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玩法介绍，单人排位。单人排位。我看一下啊。单人排位就是。等一下啊，咱们再排一把。只能单排啊，兄弟们，只能单排。咱们只能单排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他骂我是吧？没事，兄弟们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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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也无所谓的，兄弟们。等会儿啊，这应该不是无情本人啊，应该不是无情本人，好吧？这个没事，兄弟们，啊，我们来选一个，我们来选一个化身四，我觉得化身四应该是里面比较强的，应该是无情的粉丝啊，应该是无情的粉丝，选一个化身四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刚刚那个金满，他刚刚可以拉十个的。看拉十个是哪个？啊，这个，他这个经脉有金刚防御推血，我的兄弟们，这个经脉啊，应该是最厉害的一个经脉，有水星和罗汉，罗汉跟水星够了，兄弟们不要笑里，咱们排到布丁了，魔王地府，施多领，怎么又排到这两个人了？兄弟们没有拉人没有关系啊，咱们看看召唤兽。他每一次召唤兽是随机的。每一次召唤兽是随机的。药也是随机的。药也是随机的。我是队长，他要选择当队长，我把队长给他。位置，可以，兄弟们。我们这个阵容很猛，所以我看上得带着狂暴，很猛，这个阵容真的强，很厉害。三攻，兄弟们，三攻啊，非常厉害，可以，我们没有克到对面。上来，我们第一把。金刚，上来我们第一把金刚，然后呢，善恶，你看，杀他，很猛。老牛有飞机，兄弟们，老牛有飞机，他选的是那个飞，这里不用变身，我们的两个索领上来变身了，我们很劣势，兄弟们。这里面是索领是默认变身的，我们非常劣势。你知道吧？这里面索领不要变身啊，默认变身的，很厉害。这个时候可以把血再拉把金刚，很猛。这个
个金刚拉上啊就特别厉害啊，这个金刚拉上啊就特别厉害，兄弟们，啊，聊聊，对面锁身了，想把我们苏林杀掉，他锁身，然后我们的地府开了一把无间，我们的苏林死了，我们苏林很舒服。我们的索林很舒服，布丁开了一把无间，把我们索林开死了，很舒服，没有打中。我们地府出了一只宫宝宝，一直在劈对面索林，啊，出了一只里劈，一直在劈对面索林，我也没懂他为什么要劈对面索林，但他就是很爱劈，啊，他就很爱劈。很勇猛，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了，推把血行不行，兄弟们，你们感觉推把血啊，这时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了，我已经不太会打 PK 了，让我感觉回到了童年啊。咱们现在进行的是这个排位啊，排位你知道吗，没办法兄弟们，青铜排位啊，青铜排位兄弟们很酷啊，青铜排位，我们的摩天宫被呛死，我一把推血很舒服，狂推，兄弟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排位啊，排位很猛，看我的善恶，我们宝宝跑了，他说他是半夏，我输起，很猛，先退血，我说让他给我个面子，很厉害，我们的天宫死掉了，难受，我们天宫死掉了，爆炸，我们的地府只会挂小死亡，我们地府不会干别的，只会挂小死亡，被失国了，难受，被力劈蹦手撕了，剩四百血，吃了个五龙。兄弟们，我这个化身会拉十个金刚，很厉害的。兄弟们，我这个化身会拉十个金刚，很猛的。我操，兄弟们，这个苏林死了之后特别牛逼，啊，这个苏林死了之后特别牛逼，但是死了之后才牛逼。啊，不死很傻，兄弟们，我不能水星，他会把我封了的，我直接五龙开，最完美。我们这个地府疯狂挂对面的死亡，啊，很疯狂，啊，很疯狂。然后我们索林死了，很舒服。那我们是包死的，
别变身了，兄弟们，我们跳。这个时候进行一下交流，啊，我拉一下魔炼弓，啊，我这个时候拉一下魔炼弓，很舒服，啊，很舒服。我们索林被封了，他疯狂打我，我们索林敲了，每次都随机，每次都随机的。我化身比他的化身慢，我比他索林都慢，我他妈一个都快不过，这他妈也太傻了。兄弟们，说实话啊，这个模式啊，这个不能语音，你们知道吧？对于梦幻来说啊，不能语音啊，它的体验啊是会很差的，你们知道吧？主要是它不能语音，它的体验会很差，你们知道吧？很尴尬。你们看我到现在语音过吗，兄弟们？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关系，兄弟们，咱们重在参与啊，咱们重在参与。拉起来飞机了，一把勇猛的飞机，但是没有什么威力。啊，没有什么威力，对吧，雪？行，对面让我们投降，那我们投降吧。行，兄弟们，我们没有打招，兄弟们没有打招。这个得打到很高很高的段数才能够就是说才有用，你们知道吧？啊，得打到很牛逼才行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得能够五排啊才厉害啊。我觉得这个不能五排啊，其实不太好玩，你们知道吧？能五排的话比较好吧。我也说了过，你们想，如果说能够五排，其实这个还挺好玩的。你只需要花一个十级的号，你就可以去参加这个比赛了，你们知道吧？啊，十级的号就可以参加这个比赛了。你这样玩就比较有意思。你可以比如说认识一些新的队友，比如说每个区的，对吧？其实还可以，也不会五排这个，是吧？也不一定，是谁谁谁的天下，是吧？主要是我不能理解，为什么他一只宝宝比我化身快？我化身多少速度啊？我化身500速度啊，他怎么比我还快？我500速呢？我们都死了，怎么办？双排也可以啊，双排就是
双排加三排，对吧？其实也可以打。对啊，他队伍里面为什么可以双排啊？哎，对啊，我问你怎么双排？问问他。对啊，对啊，他为什么每次都能排到一起啊？你看，是不是组队才能够排一起啊？有这种说法吗？啊！准备队长，我们这个布丁跑了，我防御了，我快没蓝了。我的化身没有金星的，我化身没有金星。哎，出一排这种龙龟在这边扛着，其实也挺酷的。这不好玩啊，我感觉不好玩，没意思啊。啥意思啊？啊？嗯？主要是我觉得得强制语音吧。如果说不能语音的话，其实会打得比较无聊，对吧？就是说你必须得有语音，我觉得会好打很多。比如说附带一个客户端的 CC， 当你进入这个平台的时候必须得进入 CC， 是吧？我觉得梦幻交流还是比较重要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说必须得直接切进去，没有语音啊，你看我说话也没有反应，你们看啊，喂喂喂喂喂喂，你看我的麦克风都不亮的，你看我没有退掉啊，我一直都在，你看啊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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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我说话都没有语音的，我刚试过了，你们知道吧，我刚试过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说话。嗯，你们知道吧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没退，这跟我的那个游戏语音也没有关系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输了不扣分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已经有人五连胜了，啊，已经有人五连胜了，他是现在全盘没有出，我按了 W 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打吗？啊，有点无聊，还打吗？怎么能够跟别人组队排位啊，我在想啊，我在想怎么可以跟别人组队排位。他只能够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。
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。这个嘛，这个是发送全屏的语音，就比如说我现在发语音，按着这个，然后我发出去，队友能够听到我说话，你懂吗？但是问题的关键是，我现在在这边说，然后我得先问队友有没有愤怒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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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然后就已经过去几秒钟了，那队友再回我，然后我再回过去，不是更慢吗？不是及时能听到我说话的，懂吗？